政治大人物，企业 CEO 有何成功的秘诀、制胜的绝招？周日 Mr. Bill 请他们说分明。社会重要议题，台湾文化传承，哪些话题最新鲜、最有趣？周日 Mr. Bill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每周日下午3:02，跟着主持人郭志珍，您也是周日 Mr. Bill。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日 Mr. Bill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会一种现象啊，就是早上起来啊，起了床之后就发觉说啊，鼻子开始发痒。或者是您会鼻子发痒、猛打鼻涕、流鼻水。如果您有这样子的现象的话，没错，这就是一种过敏性的症状。当然，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亚热带的岛屿国家，气候潮湿多雨，这样的环境事实上是很容易引起过敏源入侵引起非常非常多过敏的症状的。根据统计，过敏性的疾病是一种非常常见，那在台湾呢，过敏的鼻子过敏的人数呢，约占总人口的20%-40%这么多而且还有逐渐往上攀升的这种趋势。那过敏性的疾病又一般来讲又可分为急性跟慢性都会发生。那尤其呢，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的这种都市环境里面，空气我们所生活周遭各种排放的机车废气或其他的空气污染，生活饮食习惯种种都会造成过敏，因此过敏的人口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或者您可能自己没有过敏，但是我相信你的周遭的朋友应该会有很多人，你会碰到很多人在过敏的症状你应该不陌生。根据台大医学院免疫学研究所一个江伯伦江教授的估计表示，其实全台湾每3个人就有一个人有出现过敏的困扰，而且近年来患有过敏性问题的儿童的那个过敏问题反而很严重，越来越多有明显成长的趋势。根据调查指出，1985年那个时候的幼童有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比例约为7.8%，但是到了2007年就增加了50.6%，哇，这个20年之间足足飙升了7倍之多那我相信到今年2007年又过了10年，可能又更高了当然，我们知道过敏的症状比较常见的过敏的一些状况，包括说皮肤性会过敏，然后或鼻子会过敏啊。另外一个大家也经常熟知就是会气喘也是过敏的一种表现，而且这东西可称为叫过敏三部曲好，一般来说会发生过敏的原因大概可分为几类，比如说遗传体质遗传，或是饮食，我们都知道有东西你对某些食物过敏，或者气候、空气污染，甚至工作压力。由于我们生活环境中可能会接触到各种的过敏源是非常多，尤其是这种所谓的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中所存在的空气污染，便是最近我们大家最担心的。台湾的空污这个问题一直被大家所关注 ，PM2.5 种种这样的问题。但是您知道，您所居住的地方，您所居住的县市，空气品质到底好不好呢？是不是您也正处于是一种高污染的城市呢？那污染程度是否已经到了危及您健康的那样子的一个地步呢？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谈空气污染，或者是生活中环境中的污染，时时刻刻都在侵袭你，几乎你每一口呼吸都在产生过敏的危机。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康健杂志的记者陈俊成，现在到节目中一起来谈谈过敏这个问题。你好，俊成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俊成兄，是前几天呢、台北市的入夜应该也就是应该除了前几天就是二十九号的晚上，
大台北地区的空气污染品质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到达了这种红害的程度啊，哇，所以很严重哎，那个整个的PM2.5 的浓度是持续在升高中，呈现了一种高警戒的状态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对于这种空气污染这种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一问题的。包括日前啊，也就是11月28号的时候，高雄市政府才刚刚对高雄市民发出了一项市政公告。怎么说呢？他说，由于高雄市也是因为连日空气品质的警示呈现的就是橘色，要不然就是红色，所以已经是到了那种危险的、危害人体的这种高警戒区域。所以高雄市长陈菊就宣布推动了全国首件的冬季，而且冬天的时候啊，大众运输免费措施，鼓励在这段期间啊，高雄市民只要是汽机车族，能够再尽量改成大众的公共运输工具，为的就是要保护高雄市的市民不要受到空污的影响。因此高雄市对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啊，他们预估不惜动用空污基金可能会高达2亿1000万。天哪，那如果这样看起来，大台北地区也是这样子，高雄是这样子，那看样子整个台湾所面临的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似乎已经濒临人体健康危害的临界值了，是不是呢？俊仁兄，是，就如同志珍兄您刚才提到的状况，其实一南一北确实都发生这样的一个空污严重的状况。那在今这个月的月，就是上个月11月的月初的时候，其实台北市也宣布，以后当空污指数高的 AQI 到达400分以上的时候，就要放空污假。哎呦，真的、啊！而且，我想这个人是全国首创吧？对对对，这是全国首创。也就是说，这个代表后面的含义是这样，就是他正式把空污这件事情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的事件。而且他因为危害人的健康，所以鼓励大家那个时候不要出门。那所以一南一北其实同时都祭出一个铁腕来阻止空污这一件事情来伤害我们的人体。那就如同志珍兄刚才提到的，其实在11月29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台北大台北地区，包括台北盆地以及新北向，包括像五股、新庄等等这些区域，其实如果抬头往天空一看，灰色的灰蒙蒙的，就像起雾一样，就是一层的雾，但是那个不是那种，那绝对不是雾，不是大自然的雾，对，那个并不是水雾，而是一种我们空气中，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已经很耳熟能详，像 PM2.5 很多的悬浮粒子在空气中了，对，很多微粒它在空气中，使得我们看到过是天空不再是蓝的，云也不再是白的，所有东西都变成灰的。天哪，那这些东西被我们吸到肚子里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好，其实这个空气污染空污这东西，您刚刚也提到说它最主要是从空气中有非常多的悬浮微粒，那吸到身体里面一定会造成危害，那也更容易引起过敏。对，这是对不对？对，没有错。好，那这一次我看到康健特别针对这个所谓的空污这个问题啊，特别去调了，就是根据健保署啊，这个所谓全民健康保险啊，气喘医疗给付的改善方案的这个资料啊，这个所登载的资料里面，同时交叉了比对环保署的全国空气品质监测数据，好像对全国各县市做了一个所谓的空气污染的总体检，是不是？对。那到底，应该不会只有北高吧？不会就只有北高两市的居民最严重吧？没有。普遍情况是怎么样呢？你帮我们说明一下。其实我们这次是希望说知道说，它对于过敏到底加重了我们过敏的状况多少？因为诚如刚才志珍兄在一开头的时候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的过敏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且在像小朋友的部分，说在20年来增长了7倍。是啊。那其实另外一个数字来讲，如果我们把拉到30年来看的话，其实它增长了10倍，所以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目前来讲的话，全台湾大概每2到3个人有一个人鼻子过敏。那全台湾目前气喘的人数估计大概是150万到200万，也就是说占我们人口大概将近一成，是还是有气喘的问题，当然或轻或重这个不一定，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稳定的趋势，就是它不断的在往上升。那为什么会不断的往上升？我们认为说空污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而且这个因素讨厌就在于说
我们没有办法避开它，是因为我们总是要呼吸嘛。对，而且你一定要暴露在空气中，而且你一定要外出，你不可能躲在家里。是、嗯、是是是，没错。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聊，其实室内有时候更可怕，那个叫室内毒爆。关在家里也不见得安全了啊、哦。关在家里也不安全。是。那就如同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次针对全台湾去做了一个分析。嗯哼。那我们发现哈，其实我们台湾22县市之中有10个县市是。一年它有超过1/5的时间，其实空气是很不良的。超过1/5啊？对，也就是说我们12个月来讲，有2个多月以上的时间、嗯嗯，空气是对敏感的人很不好的。应该会这2个月是有没有季节性的差异性？是春秋还是夏冬？有没有什么特别在什么季节？其实它主要，它其实是分散在全年，但是冬季会多一点。哦，冬季多一点。对，因为这个跟我们台湾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季风的方向有关系。嗯哼。因为像在南部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冬季，它是季风会东北季风南下，所以季风会南下。嗯哼。但是加上我们中南部那边，它基本上是一个平原的地带、嗯，然后它位在中央山脉的背风面。嗯哼。冷空气。再加上它是背风，所以那个时候大气里面的那个悬浮粒子，它没有办法很快的就散开，嗯哼，所以它会就是积在当地，嗯哼，好，会使得那个空气的品质变得蛮糟糕的，嗯哼，那当然这个现象不只发生在冬季，只是冬季的几率会比较高，是，嘿，那以我们这次分析10个县市来讲，其实基本上都集中在台中以南，哦，等于是中南部比较严重，对，对，對嗯、没错。那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高雄市，它一年有34.4%的时间是空气品质不好、嗯，也就是说一年有3/4个月。那更严重。哎，它是里面非常严重的一个市，一个县市。嗯嗯。对，那所以为什么陈市长他会祭出铁腕哦？因为在当地来讲的话，空污确实是影响我们当地的民众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嗯哼，我这次看到这次调查哦，我们看到康健里面调查里面做了一个图表啊、哦，就是整个全台湾地图各县市，我们做了很多指标啊、哦。那是不是俊成兄也帮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这次所做调查的所用的方式跟指标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因为我们这一次是使用了就是健保里面登录的弃船就医人口，弃船就医人数的这个数字，嗯，我们想去知道说，哎，是不是空污越严重的地方，因为弃船去就医的人就越多，嗯哼，好，那结果交叉分析发现说，哎，真的中南部这边的状况其实挺严重的，嗯，我们假设说我们看先看前三名，是。前三名来讲的话，第一名其实是嘉义县。嘉义县最严重。对，嘉义县它的最严重是说，它的弃转就医人口在这个5年，弃转就医人数在这个5年里面上升了202%。哇，所以这个指数意思是说，其实它是它不见得是空污最严重，但是它是空污加气喘交叉分析之后，因为气喘上这个去就医的人数是最多的。对对对对，这样子对不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其实他们之间有一个互相增长关系，但是他们不见得是说某一个最高，另外一个一定也最高。嗯嗯嗯。但是他们可以看得到一个趋势，就是我越高的话，那他的那个气喘就医的人。确实会增加。嗯哼嗯哼嗯嗯。那以嘉义县来讲，它一年有将近30%的时间是那个空气是差的。嗯。那它的就诊人数在这5年里面增长的是最多的。是。增长了差不多百分之两百。哇，天哪！然后我看到第二名竟然是南投县。哎，对，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南投？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好山好水。我还记得，我记得我以前。的确我鼻子也不太好，是，那有一段时间我刚好，我记得有一年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刚好到南投那边去带救国团啊，是是，我在那边待了1个多月，快2个月、啊、是，那个鼻子都好了、哎、那个时候我觉得南投真的是好山好水，气候又好，可是现在怎么气喘这么严重？对对，其实这个它真的是原本它是一块15年前，20年前它真的是一块人间的宝地，不但水好，所以酿出非常好的酒，嗯，那还有我们的整个中央山脉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秀丽，嗯哼，那这几年是这样子，因为南投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在中央山脉的底下，是，所以当西岸的脏空气吹过来的时候，嗯哼，被挡
在当地。哦。而且因为南投基本上它的地形像一个盆地。是是是。那使得我们钻孔器积存在那边，也就是说它的地形，在以前是美丽的，但是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风险。真的、哦。使得钻孔器积存在那边，所以它一年居然有大概29.5%的时间空气是不好的。嗯 嗯。那在过敏，在气喘这一方面，它上升了113%。嗯。也就是说翻了一倍。等于是第二名了。对，它是第二名，啊、所以。它跟我们过去的认知，它其实是遭到池鱼之殃了。我们可以这样想，因为南投本地的工厂其实不多。是。那但是因为他们承接了西岸那边吹来的工业区，还有汽机车等等的各种空气，所以就积存在那边。嗯哼。那当地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一个空污的毒手，这样。是是是是。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北台湾哦。那在这次统计里面调查里面啊，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觉得北台湾，所以北台湾大概我们以比较指标性的像北北基是啊，一般来讲我们意义叫做台北市或大台北地区基本上就是工厂加工用林立有很多，而且这个汽机车的密度又高，对，排的废气应该很严重，空污应该很严重，结果这次调查出来大台北地区北北基啊，事实上空污不太严重，但是气喘的就医人口反而也有一定的比例的成长。哎，怎么回事呢？我两个问题，第一个，大台北地区怎么空污不严重啊？这个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哦，对，其实如果说我们如果是测站，如果说这个其实跟那种环保署他们设的那个测站其实有点关系，因为。假设说我设站是设在我中午时间台北的大马路，譬如说我们讲说中山北路、南京东路、南京西路这些大的干道上面，那我保证它一定破表。嗯，对，就是说如果它是在那种交通干道上面是的话，它一定破表。嗯哼，那但是因为环保署它的测站并不是设在这种通衢大道的旁边，所以它测到的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空气的一种品质。嗯哼，那整体来讲的话，确实它跟南部比起来。空气差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嗯哼嗯哼。那但是就回到您志真兄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北北基其实它的气喘人口还是有在上升？是。嘿，这个是因为哈，我们有去请教专家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很好奇。嗯哼嗯哼。那专家提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嗯。第一个是说，我们台北市，比如说以台北市来讲，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不一定空污在室外，它有可能是在室内。哦，是的。对，室内其实也有所谓的紫爆，真的也有所谓的空污紫爆哈。那甚至如果说引用美国环保署他们的数字来讲，室内的空污严重最严重的时候，其实是室外空污的2到5倍。哇，这么严重！所以其实我们在室内也是不得安宁。是是是。那第二个原因是说，因为北北基包括宜兰，那还有我们的就是跟空气的湿度有关。嗯哼。因为北北基宜其实是很湿，那这个湿不但说我们呼吸道会有点不舒服以外，主要是它会让空气中长出很多像霉菌啊，这一类的过敏源，是就飘散在空气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气喘人数还是在上升？对，是有这样两个可能的原因。嗯哼嗯哼，对，是。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另外一个啊，就宜兰，哈，宜兰相对就是。北台湾另外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对，而且宜兰基本上是一个我们印象中宜兰就是一个南洋平原，对，它是一个平原，而且基本上是以农作为主，那怎么它的气喘人口反而也是这么样的高呢？对，因为它的气喘人口其实也在上升，那这个关键其实我们有去请教当地的医生说为什么，那当地的医生其实讲说，其实南洋平原他开玩笑了哈，这个没有写在杂志里面，但是他当时跟我开玩笑，他说宜兰是大概全台湾唯一一个完全不用担心会限水的地方。对，没错没错，对对，它因为它水源真的水非常丰富，它一年基本上差不多有超过2/3的时间是在下雨中。是是，那其实最近的气象台它也预报了，就我们的那个气象局，它其实也有去预测说，我们接下来整个冬天，大概冬季降水，的一个，其实就是降雨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宜兰那边南洋平原基本上是一块蓝色，也就是说它完全，一直都是一个多雨的状态。是。那当地的医生就跟我讲说，其实
南洋平原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本鸡，嗯哼，嘿，那很容易下雨，所以它也非常湿，那所以空气中的过敏也非常多。是，那他说他有病人哈，就是一过雪穗，嗯，马上流鼻水。哦，这样子啊，因为太潮湿，湿度太高。对对对，他只要一过雪穗，那个整个鼻水马上流下来，就是。所以说其实过敏它的原因很多，那我们这一次提出来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说，第一个空污，嗯哼，空气污染，那室外的也有，室内的也有，这些我们无法避免。那再来就是一个温差的问题，嗯哼，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像今天像今天这个时候可能还在冷，嗯，好，那像在十一月底的时候呢，有可能志贤兄记得，就是说是还记得，就是十一月底的这一段时间是很热的，很热的，对，二八、二九、三十，温度都有时候可能到28度到30度都有了。对对对对对，但是过了一两天，马上又跌到十几度。是是是。那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其实是频繁的发生。最近这几年台湾是频繁的发生。嗯嗯。那我们可以想象，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2015年年底的时候，有一阵子北台湾就是寒流，是大寒流，非常非常，对，那个叫霸王寒流，是是对对哈，是。那但是隔了几天又升，就是它的前后又升到20，就是温差都可以落差到十几度，是的。那这种状况底下，其实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像鼻腔、气管、肺，其实都是很不友善的一种环境。没错，没错。好，那其实我们这样看啊，如果说根据这次所做的调查，全台湾的空气污染品质的指数，相对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会危害人体健康的临界值，那相对的会造成过敏气喘的就医的人口也急剧的不断的在攀升中。好，那大自然环境我们不可改变，那怎么办呢？我们如何在生活生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做好自己抗敏抗过敏的一种自我生活的一种挑战的一种改变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请志贤兄进一步来告诉我们。